接下来再来邀请第二位伙伴，这位伙伴，他是男士，那么他在保险业超过30年的这个组织经营，但是特别值得要在今天给大家来连带知道的就是，他是个运动高手，他大概所有的运动项目，他几乎都可以当教练级。实际上，他在年轻时候在各种寻找机会的过程里头，也是做过各种运动的教练。那这么一个运动量这么大的人，他在自媒体平台上商品的使用，他又是怎么样的受益？怎么样的为他的身体做好这个主动式的健康管理呢？接下来为大家邀请的是 Steven 经理。好，Steven 经理，有请啦！大家也欢迎发送爱心来欢迎 Steven 经理，有请。好，谢谢 Maggie 啊，我的推荐人 Maggie，首先问候 Tree 的家人们，大家好，我的中文叫廖树正，英文名字叫 Steven，他们都叫我大 S。那为什么叫大 S？那有空我们再聊这个话题。那这边有一个点哦，我想也应该说，因为我的推荐人 Maggie。以前是在我单位里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经理，然后他有一天就来到了 Three 平台，那请我帮他看看这个事业的发展，很奇妙的，他现在变成是我的推荐。各位想想，人生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当你遇到不一样的时候，感受好的时候，你都会想说。我是不是也该换一个跑道？那种感觉，我应该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我的工作呢？我是一个很理性，我是建筑系毕业的，所以我在建筑业，然后跨到了保险业，在保险业36年，有享受到在那个环境下的自主性跟自由度跟收入。然后接着，很感恩的是，透由 Maggie。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叫跨境电商的平台，更开心的是我在这个叫做丁总的团队里面，上一次看到了 Kim，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我们 Tree 的这些高阶主管，那丁炳又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是一个最好的，我们讲的思想是靠环境。环境是靠结果，思想是靠原因，环境是靠结果。所以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我觉得养分，以前在播撒养分，现在在吸收养分，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而 Maggie 又跟我提到说，在 Three 追求的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一种有所为、有所在意的生活，这也是我一直想要的。那当然，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使用商品后的感受。我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我从小就是在台湾叫做金龙少棒队的投手，那把手投坏了，那右手投坏了，还有左手等2只腿。哦，那接着我又在我哥哥是一个舞蹈的奥运选手，我也是舞蹈老师。所以各位，你看我比几个 pose 啊，各位应该可以知道，这个领域里面，我感受到音乐跟身体的生长，但是在过程中，我也会觉得所有身体的关节跟结构都会受到考验，因为它都是要展现到极致。那我又不是只有一种运动，所以我又是一个高尔夫球教练。那为什么会是高尔夫球教练？因为右手投球投坏了，左手是可以拿来打高尔夫球。你看我多爱运动。那高尔夫球之外，我又认识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羽球国手，所以我又跟他学习。那我又当了羽球教练。那羽球教练让我的右手更加的有问题。其实，我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人生里面，等于说我人生的右半边。右手、左腿基本上都是一个叫做有状况的人，
但是我会觉得，就像马克思，那个马克吐温有说过，人生最重要的两天，第一个是你出生的那一天，第二天就是你找到目标的那一天。那我找到的是什么？只要我为我的身体健康着想，我觉得有了健康，那有了好的团队，那财务自然就会在这个环境下有这么好的公司就会成长。所以我就开始说好啊，我来接受。所以 Maggie 就推荐了我所有在追公司的6种产品。那里面他有提到这个 Revive 瑞丽这个产品，对于关节跟我所应该去做，叫做营养素或者是叫做细胞的优化，这个点是很好的。那各位，我相信他。那从他，我就相信到丁总团队，我就相信到公司，即使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很连锁的东西，那我就开始使用公司的产品。我即使是6种产品，我都在吃。那我加量的是在 Revive 瑞丽这个，然后有一天我就开始感受到说，以前痛到一个程度，就会想说，是不是要吃点止痛、消炎？还有肌肉松弛剂这三种，我想大家如果是个运动选手，应该都很熟悉的。那我加入了 Three 以后，我就把这三个药都，不是每天吃，是很久会吃一次，因为觉得状况很不好的时候。但是我加入 Three 以后，我没有再使用过这三种西药的东西，所以营养素跟西药品，它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 Maggie 在跟我谈的叫做优化的营养是未来的药品，各位想，优化的营养是未来的药品。所以，主力其实这么高科技的商品，可以让我们这个叫做即使叫23岁以上的人体就开始在走下坡的时候，其实就需要营养，同时可能更早就要做预防，就像那个杯子不要掉下来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Maggie 用那个小木屋对我最有感受的是，因为我是建筑系的哦，所以我就会感觉到说，哇，基础结构、外观、防紫外线，然后要清理垃圾，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吸收、很简单的事。那我使用了 Revive 以后，我就觉得说，哎，我一天吃4克，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它让我的关节有了改变，然后也许我里面还加了所谓的叫做胶原蛋白，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我就会认为说，这样的商品整合在一起，我这个身体的结构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转型。那转型就是让我能够肌肉更松弛，然后让我的骨骼可以更轻松的在运动。我并没有停止运动，我认为停止运动可能会让我的肌肉会减少，叫做肌少症的发生，所以我只有让它强化。那公司的6种商品会让我的身体我感觉在提升，各方面都在提升。所以就有很多人在问我说：“哎，你好像最近可以不用绑护膝哦，哎，你最近跑起来的速度不同哦。”我就说你需要给我时间，你一定会很惊讶，因为在 Three 公司的商品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不可。哦，我就是很明显，本来在很多运动上会卡卡的，透过它，我觉得开始轻松了。那想想60甲子，还要一个60甲子，我怎么样把自己照顾得更好？人生其实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照顾好，让自己可以在人生的舞台，走动展示。可以去舞蹈，可以去闪耀哦！我觉得环游世界，这些都是需要好的身体。那很开心能够认识我的推荐人 Maggie，更开心有丁总，更开心有我们的 Tree 团队。今天的分享到这边，有时候很想讲更多，但是我会觉得很开心。那谢谢 Maggie 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那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好的，谢谢 Steven Jenny。我刚刚哈哈大笑，是说你实在好想再分享更多，对吗？你除了 Revive，大概其他的商品你也很想分享。
好，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告一段落。但是刚才 Steven 经理的分享，我觉得都看到，我们可以看到糖糖这么漂亮，这样超越她年龄的整个健康状态，看得到她广泛的全身性的整个的改良改善啊。那 Steven 经理也是全产品，所以这六个产品这就完全呼应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我主动式的健康管理，我们所需要的工具。我们两位创业家伙伴们的分享，都恰恰足以说明这样的自我健康管理确实是有效果的。感谢他们两位的见证，当然也要送给大家。再用刚才那一个咖啡杯，我们自己也是桌面上的咖啡杯，我们周边的朋友也是桌面上的咖啡杯。让我们首先赚足健康，然后顺便富有，到市场上推动更多的咖啡杯到更安全的桌面吧。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祝大家今天顺心愉快，谢谢，拜拜。You're broken down and tired of living life on a merry-go-round. And you can't find a fighter, but I see it in you, so we gon' walk it out. Move mountains. We gon' walk it out and move.